人到齐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的 Brosa 荒野乱斗啦。那这边看了观众留言啊，他们说我们这个造型真的是很厉害的造型，而且这个造型好像是要有这个威能的这个极限威能的这个东西啊，才会就是展现出它就是很厉害的这个一面哦。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呢，要有极限威能技能才可以看到这个造型最酷炫的一面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，我们弹射啊是还没有它的这个极限威能的这个东西啊，还是哪边可以就是拿到了？各位，来看一下啊，应该没有啊。现在是我们这个阿路的这个环节啊，所以弹射这边的话，如果有这个超酷炫极限威能的话，那感觉不错哎。那我们就先来升一下橙色等级好了，它也差不多快要到达这个满级了哟，可以直接满级满起来。然后大家不知道这边会放什么哎，连续发射球吧？我看大家好像就是练这个连续发射球，那可以就是在旁边那个周围就是。喷起来的概念哦，这可以直接买哎，弹射之王，我们这边可以花5000块买，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先5000块。好，我们先努力的来赚点钱钱哦。哎呦喂啊，天哪，这边又是一个缺钱钱环节了。然后这边我宝箱好像都还没开，所以钱钱应该是蛮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100凯特，然后给我钱，给我钱，拜托，给我更多的钱，拜托，来吧，钱钱，给我钱。哎、欸，他给我这么多这能量英雄的这东西，到底能干嘛、啊？以前可能很需要，但是现在基本上完全都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用到一个超多都那个怎么，你知道吗？永远用不完哎、欸，我的天！哦，1000块，有一个1000块，拜托了，我要来看一下那个极限威能的那个到底有多帅哦。好，史诗环节，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个绿宝石环节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稀有的这个。然后再一个1000、啊、有哦，好像已经够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是3000多，所以在两个1000的话，应该是完全没问题。我们这边是之前狂打猛打，然后都没有领啊，各位。我们现在超高等，然后一直都没领东西，领一领，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，就是那个极限威能这边的这个弹射造型了、哦、究竟有多么的酷炫哦。那剩下的那些东西，我们就晚点再买了。因为这边还有一些小配件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5800，5800刚好，哎、欸，所以极限威能这个也是可以直接购买的耶，那也还算是挺不错的哟。来，开买，弹射之王，呜呼，我是弹射之王，弹射超级技能子弹会射的这个更远哦，这样子哦，超帅的哈。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究竟他到底有多么的帅气，好不好？来，走起，哈哈。所以这个造型听说真的是很猛很猛的，各位，太神了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喽，舒爽舒爽，摸有问题，哇哇哇，有有有，先等他那个，有了有了，有帅有帅哦，各位，完美完美哦。我们这个还没开极限威能，还没有就是最帅的那个局面。哎、欸，干完了！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刚刚中间子弹好像有卡住的感觉啊？完了，他看起来超难过的，可是还是好帅哎、欸！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是配得很好哎、欸，我会觉得就是超级无敌帅的那种哎、欸，超赞的啊！还为了他直接花光了我所有的金币、欸、我的天！这造型真的是酷到一个不行，很像那种超级机器人哎、欸，魔豆凯撒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就是以前那个魔豆凯撒。完了，各位，好了，我还是要继续归一下好了，不能在那边。完了，他要超难过的哦，哦，我们的弹射有够难过的，完了完了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好，我这次要走龟龟战法，哎、欸、不，这场哎、欸、看起来很电脑哦，我要走一个龟龟战法了，龟龟一下，龟龟一下，他好像都会自动朝有人的地方扁哎、欸，这样其实超白痴，因为你明明就是想要吃，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干嘛、啊？渔翁之力哦，玩了一直输啊！啥事情都还没干，我就一直输了呀，各位。然后不能乱搞了，不能乱搞了。
好，这一场真的要乖乖龟龟了，好不好？乖乖的龟龟，那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乖乖龟起 ，I'm so shiny， 真的，你超级闪亮，你很棒。有，杀掉杀掉，这造型真的超级帅的、哦。听说好像真的是超级难拿的，就是。我只能说我这个抽造型的力那个威力好像还是蛮神的。我靠！我靠！干嘛？哦哦，我真的是快被我自己气死了！我的天哪，到底是干嘛、啊？好啦，其实我在刷再来一局啦，各位，你们不知道吧？哈哈，我是在刷，我是在刷再来一局啦，这样我才可以就是解更多的任务嘛，哈哈。哭了，不行哎、欸！我的天，真的、啊，因为你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，我说真的，真的，这个会比那个绿宝石还要更让泽明喜欢。小心一点好了，有喷烂，有咯。啊！哦哟，好啦，烦呢、欸。哎呦，哦，就是管不住我自己。啊，好，这一次真的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刚刚已经讲了不知道几次的真的了，但是这一次是真的，真的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了，不要再闹了，各位。闹下去就要集气了，各位。然后我应该还是会去把那个啊，就是宝箱任务给他打一打，因为那也是可以开超级宝箱嘛，对不对？宝箱开多一点还是对我们有帮助的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啦，十三个，我觉得足够了，足以了。哦，看看我们要只要待到剩四个人就可以了，别急别急，别想要太厮杀，杀四个人就好了，不，剩四个人就好了。哦有，哦这个打死的时候会有这个剑处决，真的也是很帅啊。对啊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帅啊？天啊，这只角色，哇这是干嘛？哇、哦、我真的是哦哟，我真的是哦，我真的是傻眼了。泽平，你为什么永远都管不了你自己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急？你为什么要往前冲？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烂啊？啊，我不随便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哦哟，白痴哦，哎哟。我们甚至连极限威能都还没让大家看到哎、欸，各位。对吧？我们甚至连极限威能都没有让大家看到。哦，小心哦！我现在感觉又是自信心爆棚的状态了哦，因为我们又杀了一个人了，不能这样子哦。OK。好，我不要去里面跟他们玩，会死。对，会死。我要乖乖的，乖乖的蹲，乖乖的蹲。那个是小马怪吗？还是宝？哦，这是宝，那宝力耶。
告。哇！哦哟！妈，有一个宝丽就躲在那边。啊、哦！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再两把的这个再来一场哦，我们就可以就是解完这次的任务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啦。哎呦，你们以为这边是一直在输的吗？不是在加快我的这个再来一场的这个时间啊！我想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威能技能开起来就有多帅了。那威能技能是不是就一定要杀，就是一定要打到把子弹打到人身上才会有累积啊？感觉是这样子哎、欸。好，你去拿那两个，我拿外面两个。感情不会散啊，佩妮。干完了，我觉得又要出事情了。哦，哎呦，那个甲机感觉超强哎！干！哦哟，真的是很烦！哦哟，到底什么时候我才可以看到他的超能威能啊？那没关系。真的是最后一场再来一局了，达成我们的目标了，可以可以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哦，目标达成，各位，来啦各位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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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好，我吃。有，就我们这边还有这个道具子弹。我把威能留起来。我靠！哦哟！哇！